线那个位置，三分球尝试有，特工先拿到分数了。对，当因为他能够持续在禁区攻击的话，也会造成特工在禁区防守的很大的一个压力。快攻直接还留在场上了，那换下的是曾文鼎，胡龙帽下了，换上吕威霆。艾德找到进攻篮板球，外围下切三分来了，哇，今天一开始火力全开啊。对，谢小军，那这样子对于整体的篮板来讲跟禁区的一个优势来讲会放得更大。对，哇，在对方身上，哇，靠着自己的队友卡位帮忙，哦，赛程大的。对，那海神队的一个攻势也是非常明确，现在赛就想要把球送进到禁区了。哇，谢亚轩，哦，真的相当的出色，篮板底角位置，谢亚轩这一次的外线进，他的准度从第一节准到第二节。对，拿换上库萨斯，特工这边呢也换两位的球员，曾文鼎上来。哇，外线就算有对位哦，另外他还是投进啊。很挤很挤，就是要哇，再一颗！队友的帮忙之下，林伟汉连进两颗啊！对，这两个挡拆，林伟汉接进来之后，自己的插板飞球又滚进去了，八分啊，连拿八分啊！哇，这不像是。